Hello，各位小伙伴，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我手上呢是荣耀 9X Pro， 它这个手机出厂呢就是自带的一个官方贴膜和官方的保护套，上面是没有的，因为它采用的是升降摄像头，92%的屏占比啊。这款手机的性价比也很高，1399元起步。那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贴膜。我们随便在京东上面买了一个贴膜，然后京东自营嘛会比较快，所以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荣耀 9X Pro 贴膜到底方不方便，甚至说你完全就不需要去再买个新的贴膜，因为它里面就一开始全厂会自带一个这个出厂的普通的那个高清的保护套保护膜，如果你不喜欢高清膜的话，你确实是可以再去购买一个这个钢化膜来使用的，因为我们是原来做的测评嘛，所以就把那个膜给撕掉了。可以看到整个在裸奔的情况之下使用的这个痕迹呢也不是特别明显，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钢化膜是否好贴，贴完之后整个手机的手感会怎么样。然后这个视频除了贴膜，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安兔兔最新的一个跑分里面，这个荣耀 9X 系列 9X Pro 啊，我打开一个性能模式哈，它的跑分直接达到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30万分，还是很不错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9X Pro 或者 9X 系列里面的那个麒麟810处理器啊，有着7纳米的一个芯片，之后呢CPU 的性能是比肩845，其实啊大家要去承认我们的国产芯片确实是越来越厉害了。看一下这个膜贴的还是比较，其实贴钢化膜很简单，你只需要轻轻的把它往上面一点，这个时候你再把你的这个手机保护套给套上，它就一气呵成了，就是这么方便。 OK， 这个就是荣耀 9X Pro 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贴膜，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那么希望你点赞留言评论转发并且关注，就有机会得到一个小红包，我们在评论区抽奖送出，咱们下期见，拜拜。